刘总用可爱的方式来介绍你的专辑，开箱文开始。可爱的声音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惜君。好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张《如果》。好，那里面呢，里面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打开这个专辑。好，里面有一句话是我自己写的，有关于这张专辑的 slogan。 好，那 slogan 在哪里？叫做在、哦、好可爱啊，叫做一一念之间，或如是真我，在这张专辑的放碟片的这个页面下面。OK OK， 哇、哦欸，可爱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我整个哇，我觉得哎、欸，你可以演戏啊，你这个声音很好，哎、欸、等。